相信还有看过客家电视先前制作的连续剧《幸福派出所》，对推动老人的良田村，怕路唔会感觉生疏。当天过闹的景观，同天然条件，听一本书的本人规划做推动生态的移民村，故说过有村民色彩。不过留下来的文物引来认识的，当天的文化工作团队经过长期推动，竟然成立了良田文物馆，成为老人山区演出的。重要几点？龙天国小地图的树丛高下，已经有80万年的历史。外国还保留日本式的建筑特色。那一片的龙天大厦，是讲没落日背档天然解说，根本看不出来是日本先生的基础。陆家乡的龙天村，特别是推动人最大日本居民村，差不多等于李下乡公司的治所，也是对的一片。我特别保护文化资产的观念，没按普遍。如果建筑限得做得保留下来，本文化嘅影视取得重大赏。一条村一条路都系光荣路，日本时代吼都系日本人限得，啊两片嘅木嘅全部日本人带，而你台湾人来，吼啊都带散啊。这种公共场吼是整个社会的资源，虽然是它有历史的那个背景的包袱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历史归历史啊，那产业归产业，文化归文化，那文化这个区块啊是很值得大家去重视的。陆家乡的文史工作团队用年来积极整合国家社区的总体政策，今年就是将龙天村困池塘含住近年的山峰焕发古利用，由村民提供200万件文物，成立龙天文物馆，希望带动地方发展。用这个各个地方的馆舍串联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点，那做整合，那搭配在地的解说服务，那事实上它就变成一个很完整推文化观光整合的东西。那当然对鹿野乡的发展是有绝对正面的帮助的。龙天文物馆第二期更翻新，开馆的体制改团工作，明年会加强教育老天人的内涵，希望透过两种方式，深传当地文化，含着历史传承，向润秀发展的前景。还是其中最推。